哦，咁今日就好開心嚟到呢、這個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嘅藝術展覽啦。咁就認識到真係好多嘅有創意嘅作品啦，同埋知道原來喺新世紀藝術唔再係只係一小部分人嘅專利啦，而係可以通過科技嚟成為係一種嘅流行嘅文化啦。咁將來咁相信科技可以令到藝術將會發展得更好啦。